大家好啦，我阿卓。今日我哋教大家系叫做单铺腿啦。喺我旁边呢个咧就系师兄张哥啦。首先对翻好个桩，之后正常咁样揸住啦，握住拎翻啲把位。之后我嘅右手推开佢左手啦，就做一个潜入嘅动作只手。与此同时咧，左脚褪前，做一个移步嘅动作，右脚再踏前，踏到去佢身旁。之后左手放开，去到佢个胯位啦，拎住，之后就做一个抱起嘅动作，就顺势落地。